我没喝多啊。哎呀，人天天高兴呢。我这是。我拦着，这丫头一枪就把梁一桐给撂倒了。花，姨妈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这感情上的事情她是不能强求的。梁一桐这个忘恩负义、朝三暮四的小人，千刀万剐她都不解恨。我也讨厌梁一桐，但是她现在是警备处长，你杀了她会给咱们掌门、会给咱们药堂带来麻烦。也会连累姨妈的。姨妈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梁一桐跟那个杨子越好上了？花儿，如果梁一桐心猿意马，你现在就是杀了他也无济于事，又何苦这么来折磨你自己呢？俺就咽不下这口气嘛。你枪哪来的？哎，俺还要问你呢，就在姨妈的房间里找到的。枪是姨妈拿来防身用的。姨妈，你也会使枪啊？这年头不太平，这么多孩子要我们照顾，这你也知道的。平时只有姨妈和阿四住在药堂里，不安全，所以姨妈就从李子江哥那儿让他给我弄了一把枪来，是以防万一的，是来专门对付那些小毛贼的。俺不信，你们俩肯定有什么事瞒着俺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姨妈一直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。你想说什么话，你就直接问吧。那俺就直接问了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共产党？花妹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这个能胡说的吗？啊，这花儿，你觉得姨妈像共产党吗？俺看你像。你每天晚上找一堆人来打麻将，一边打还一边谈事儿，这个架势呀、啊。就跟俺村里的地下党开会一样一样的。唉，其实姨妈呀，姨妈也就打麻将这点爱好了，你别太有想象力了。姨妈，你要真是共产党的话，就带着俺一块干吧，俺啥都会干，真的。俺以前在村里还是妇救会会长，那些底儿、救伤员，样样都行。但是姨妈希望你把劲儿使在孩子们的身上。照顾好他们，培养好他们，这是姨妈最大的愿望。现在这个世道很乱，你没看见军警天天晚上抓人吗？所以姨妈希望你多长一双眼睛，多长一双耳朵，帮姨妈盯着点儿，别让坏人来伤害我们的孩子，好吗？行，没问题，那俺就去了。嗯。子江啊，你这次表现不错，以后千万要看好高粱花，别出任何差错了。放心吧，姨妈，我一定照办。姨妈，嗯，子江哥，老家来电报了。哦，老家来电报说缺少纸张和药品，你能想办法帮他们解决吗？缺少药品和纸张，行啊，正好明天我有批货要送到苏北去。我把药品和纸张给他们带过去，但是往苏北送货的话，路上的关卡肯定不少，你有办法吗？我们用的是红帮的船队，只要江面和码头没有临时检查就可以了。哦，那路上你还是要多加小心。没问题。夏皮，
准备检查。哎呦，刘班长，执勤呢啊！辛苦辛苦辛苦啊！是夏老板呢，又去苏北做生意吗？是啊，正德堂这么多伙计要养，去苏北换点棉花、茶叶、猪肉，对不对？你这货里没违禁品吧？刘班长，这玩笑开不得。你这弄得通共的罪名，我这小老百姓可承担不起。我这就是日用百货。老板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实在是上面查得紧啊，说是不给共产党一针一线。你对我们的照顾，郑德堂是知道的。给弟兄们买两包烟抽抽啊。夏老板，水路也有哨卡，你自己多当心点。小别，放心，是。走啊，快快走。秦处长，现在政府正在搞甄别，你看看我这些手下能否算是沦陷区的工作人员。这些人不是汉奸头目，就是伪军的师长、团长，这怎么能算是地下工作人员呢？这些手下跟随我多年，在汪伪时期，他们也为重庆刺探过情报。光复以后，他们拼命地维持京畿秩序，这怎么也算是曲线救国吧？国难当头，他们贪生怕死，投靠日本人，出卖党国的利益。如今抗战胜利了，他们又想改换门庭，逃避法律的制裁。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哦，好。秦处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他们的赎身费，请你笑纳。秦处长，南京的情报网是你一手创建的，就连戴老板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数。只要是你肯帮这个忙，日后呢，哈哈。周司令，你原本是中共的一大代表是吧？412以后，你见共党前途暗淡，转而投靠了伪座，东北沦陷，你又投靠了日本人，此番伪座不计前嫌，重用你为接收大员，你不思悔改，戴罪立功，又干起了营私舞弊的勾当，你可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日本人投降以后，北平和上海都留下了一大批待移交资产，谁先下手，谁下手狠就是谁的。老弟，我考虑这件事情只有派你去才可能争到这批资产呢。局座，军政部那边不是已经派遣了接收班子吗？我们何必要去凑这个热闹呢？老弟啊，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，军统名册上2000多号人，可我们却要供养上万号人，入不敷出啊。这种征实的差事，请恕时官不能从命，卑职只擅长特工专业，对这些经济事务一窍不通。老弟啊，我可是一直拿你当我左膀右臂啊，可别让我太失望了。局座，齐武虽在内勤，不及秦处长能征惯战，但是我愿为本局尽绵薄之力，齐武愿前往上海、北平接收资产，为本局分忧。好，没想到你这个师爷也有大将的风范，我给你配几个得力的助手，不过你要给我干得漂漂亮亮。嗯，是。
回来了，路上还顺利吧？码头江面都加强了警戒，往苏北运物资的难度增加了。这次碰巧遇上了熟人，塞点钱算过去了。但是，碰巧不是办法。你考虑的对。我们能不能跟陆掌门商量一下，利用帮会组织的影响，组成一条水上运输线？嗯，水上运输线。哦，姨妈，我马上去。我走了。哎，你路上小心点啊。哎，老周，今天怎么没听到孩子们唱歌？哎，就是啊。姨妈，什么事儿？来，啊，我去去就来啊，你们稍等一下。花儿，什么事儿啊？来嘛，瞧你这孩子，什么事儿啊？慢点，神神秘秘的，啊，说呀，你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啊，原来这就是你们的秘密。俺给他们做了统一的衣服，他们这样看起来像不像儿童合唱团呀？像，像。来，孩子们，预备，唱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。妈妈，我们唱了这支歌就不怕黑夜了。对，你说的对，黑夜一定会过去，白天一定会到来。你说对不对？你们刚才唱的那支歌不但是在引领你们孩子，而且也是在告诉我们大人，黑夜过去后，光明一定会到来。无情最是台城柳，依旧烟笼十里堤。小姐，我可不是来听你吟诗的啊，是不是新婚燕尔很有感触啊？杨一彤没你想那么好色，他说了，婚前不与我同房。哼，我可不信梁一彤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。哼，不过是欲寻故踪罢了。行了，别小肚鸡肠的。梁一彤还算是正人君子。哎，对了，最近中大的学生会在反真审，而且学生们参加得很踊跃。反真审？不会是共党在组织反政府吧？不会。总不能说沦陷区的学生就是伪学生吧？这么说，我在南京搞了那么多汪伪的情报，我也是汉奸了。林某的功劳，老板都给你记在账上了。啊，跑不了的。我们特工每天用另一张脸生活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这样自由飞翔。
蒋介石为实现其独裁统治，还都后立即指挥军队进犯解放区，不惜动用飞机向前线投放剿匪手册。看来啊，啊，我还以为我们这个蒋大人呢，派飞机来给胡宗南送来剿匪的新秘籍呀，没想到一瓶陈年老醋，还是十年前对付红军的那一套。你看看，哼，主席啊，虽然是一些陈词滥调，但也泄露了蒋介石的天机呀。双十协定墨迹未干，他就忙着剿共，连起码的廉耻都不讲。这不奇怪哟。蒋介石啊，他要搞所谓的剿抚兼施。剿是目的，抚是手段。后汉书中李贤曰：剿绝也。当年在井冈山，他说是会剿。我们到了瑞金呢，他又搞围剿。在长征时啊，他跟在工农红军屁股后面，又是追剿。我们转战25000里，到了延安，他还是不甘心哦，要敬而剿之，名曰进剿。无论是蒋介石的会剿、围剿，还是追剿、进剿，都消灭不了共产党和红军呐。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仍然已成燎原之势啊。蒋介石啊，他是想借用重庆谈判拖延时间，继续他的未竟之业剿共。可他没有想到啊，如今解放区啊已经布满全国，他是剿不胜剿喽啊。伯父，您要的解放日报。娘西皮，这剿匪手册怎么跑到毛泽东手里了？啊，吴院长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！啊，不不不，杨师傅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我自己动了，起来吧。谢谢委员长。去，把于技师找来。是。回来。伯父，把帽子摘下来。好好的头发怎么理成光头了？伯父，我们队长让我们都剃成中正头。什么中正头？你们以为我是秃头还是喜欢理光头啊？你问问杨师傅。啊，是是是，我是有头发的，只是长得细罢了。以后头发长起来就别再剃了，光头容易受风。谢谢伯父。好啊，既然毛泽东说我不宣而战，那我就好好摆个阵势给他看一看。去，把何应钦叫来，马上部署剿匪事宜。伯父，到底是叫何应钦还是于继师？两个都叫来。是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美国人不是出来调停了吗？这仗打不起来了。不见得吧。哎，子越，美国人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，中国大地的火药味儿不是那么容易驱散的。知道做军人最痛苦的是什么？就是拿着枪打自己人。
行了行了，赶紧开吧，戏要开场了。大小姐，误不了你看戏。本来啊，主席，这次你去南京重开谈判呢、啊？我是料想蒋介石啊，不过是想借马歇尔调停之幌子，暂时缓兵之计啊。但是我们要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重，坚持不打内战，迫使他们呢走和平民主之路。目前东北的战事扩大，中原也在告急，肯定少不了打打谈谈的局面。主席，我会力主执行停战协定，避免内战的扩大化。来啊，这次又要辛苦你喽，要注意身体，尤其是安全。我听说现在南京啊满街都是特务啊。是啊，据李克农同志情报，南京现有的90万人口中，国民党军政人员就占了20多万。哦，潜伏的特务已经达到了2万多人了。哼哼，看来这个戴笠啊，在整肃老巢上是下了大本钱了。啊，主席啊，延安也不是铁板一块，潜伏的特务也少不了，你也要多注意安全呐、啊。我们就互道珍重吧，哈哈。嗯。哦，恩来啊。啊。我还留了一些延安的红枣啊，这次你去南京啊，替我带给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们尝一尝啊。主席和我想到一起去了。哎。我还带了几袋延安的小米啊。哦，好好好好。爸爸，你把红枣藏得这么高，是自己留着偷嘴吃的吧？啊！哦，爸爸的秘密让娃娃晓得喽。局座，请过目。就这些？这是零头，不足挂齿。我们接收了2家医院、3家工厂，还有渔业公司、旅馆酒店，还有一大批汽车地产。这是名册，请您过目。好，好，这下我们军统可就如虎添翼了。七五在，你劳苦功高啊。哎，七五啊，在，这些女人的照片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局座让我去接收资产，七五以为这些个日本女人汉奸的小老婆也应该在接收之列吗？七五，哎，你的才干不在军事官之下，当这个主任秘书太屈才了，我定当保荐重用。谢谢，谢谢局座栽培。诸位，为了庆祝凯旋还都，中正特设家宴招待各位同乡好友，请大家不必拘泥，开心就好。建鹏啊，父亲，来给各位叔伯兄弟们介绍一下菜肴。是，这是雪菜豆瓣酥、醉虾、扣肉啊，这个就是鸡汁芋奶头，这几样菜啊
都是父亲亲自安排的。伟作，这几道菜乃是人间美味啊，我早已经馋涎欲滴了，想马上下筷子吃了。今天都是自己家里人，没什么上下，大家可以随意来。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忠贞振兴中华大业，今后还要仰仗各位乡亲兄弟的鼎力相助。介公太抬举我等了，还是祝委员长健康长寿，中华民国繁荣昌盛。好，干干。我虽是山东人，哎呀，但久居江南，像这种异乡扑鼻、鲜美无比的玉奶头，我还是头一次品尝到啊！青山老爹啊，沪杭一带有句俗话：“跑过三关六码头，比不上奉化的玉奶头。”我用家乡的厨子专烧一手正宗的玉奶菜，来，大家吃，大家吃。傅秋贤，委员快到了啊，你一路上非常辛苦，我看今晚早点休息吧。我们来南京啊，不是来享受的。晚上的记者招待会啊，照计划开。好的。鲜啊，真是鲜极了。这一盆红腐乳醉凤虾，差不多让我一个人全部报销了。雨农兄只管尽兴。父亲说了，咱们这是家宴。菜样不必多，四五样足矣，但是量要管够。请请请请。校长，一同有幸受您恩宠，唯有肝脑涂地以报知遇之恩，您不善饮，我干了为敬。一同，你是我的学生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的酒我是要喝的，来。校长，干。简峰，父亲，你也来敬一同一杯。是。俗话说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。是啊。一同兄，敬你。谢谢先锋兄。校长，一同所做的都是本分，您不必挂在心上。知恩图报，理当如此。坐吧。校长，学生想效仿一同，为了领袖万死不辞。现在国都的环境已经全面整肃，学生不日即将实施闷雷行动，敬请校长放心，我干了。不急。雨农，何谓闷雷行动啊？讲。请过目。学生绝不允许中国有两个太阳。明早我就去西安亲自部署。好。雨无声处听惊雷。好。校长，自政府还都后，我局的工作十分繁重，学生想举荐毛人凤为副局长，请您示下。你不是很欣赏秦史官吗？史官
史官非常能干，但他只是个将才，不是个帅才。党国正是用人之际，于农，把你要提拔的人选尽快上报国防部。是。于农，这杯酒我敬你，祝你马到成功。谢伟子厚爱。处座，钟文来一定进了梅园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们特勤队实行昼夜监视。是，我明白。诸位，这么晚了请大家来没什么好招待的啊。延安的毛泽东主席送的红枣，美国的马歇尔将军送的香烟啊，大家各取所需。来来来，不要客气。谢谢谢谢，来来来，好大的红枣啊。哎，不错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天哪。哦，it's very good。朱先生，您好。您好。我是新民报的实习记者杨子月。我想请问，代表团在抵达的当日便召开记者会是何用意？杨小姐提的问题正是我要向各位讲的。各位女士们先生们，原因就在于内战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了。政府军在中原地区包围了我十个军的驻地，东北地区政府当局非拿下长春不能停战。 Mr. Zhou, I'm from a Voice of America. I have a question.General Marshall has been mediating. Do you think it's not working? 马歇尔将军的辛勤努力是有目共睹的，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还是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。我们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呼吁停止中原战争，执行一月停战协议，反对把中国人民重新拉回到水深火热的战争中去。蒋介石还都后，南京的白色恐怖就变得更加严重了。我们要注意斗争的策略，多开展一些合法形式的活动，宣传我们党的主张。文静同志，中央代表团来南京重开谈判，我们应该做些配合工作吧。但是呢，还有你妈，你妈，哎，是啊，哦，我马上就来啊。哎，大家别慌，那是我外甥女儿，你们就装成想让我看病的样子就行了。来了，花儿。哟，花儿，你妈送汤圆来了。哎，你呀是脾胃虚弱，积食未消，所以你得记住啊，一定要节食，不能贪嘴。哎，知道了，姨妈。这么晚了还在看病啊？俺还以为你们在打麻将呢。他们是来看我的，我顺便给他们号号脉。哦，哎，正好来，俺煮了汤圆，你们正好当宵夜。谢谢啊，花儿。谢啥呀？那你们慢慢吃，俺先走了啊。来，银月、老宋，你们趁热吃。姨妈，俺刚才听你说，这位大妹子好像得了什么积食症，对吧？啊，是啊。哎呀，这个你就不能吃了，这个很难消化的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也吃上了？你们俩不是病号吗？还没看完病，怎么就先吃上了呢？来来来，给我吧。哎呦，花儿，你理解错了。姨妈说他们得的是饿症，饿就是不吃饭也会晕的。他要晕倒了，你把他送回家去。姨妈，牛仔逗俺了，俺光听过什么保证，可没有听过什么饿症。饿症就是不吃饭就要晕，那就叫饿症。姨妈，俺知道你在跟俺开玩笑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放心吧，俺在门口跟你们望风。你这孩子，我给他们吃。俺先去了。哎，好。来来来，治治饿症吧。雨农兄，天都亮了，不喝了吧？昨天晚上校长在场，太拘束。没喝够啊。
今天咱们俩喝个够，完了。啊，哦，一彤啊，今儿老兄是真高兴啊！啊，我民政府还都，委座此宴，高兴。啊，满上满上满上。老弟啊，你我都是校长的学生啊，我们可都要为校长尽忠。尽忠。云龙兄，这点你尽管放心。雨农兄，雨农兄，还有四十分钟。
长官，您需要点什么？拿两包大仙门。好嘞。来，您要的烟。你们老板不在。啊，我们老板寄货去了，要明天中午才能回来。好，借你的电话用。嗯，好，行。喂，请找一下邱先生。下乡采药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接到剧作没有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南京地下党已经被我们灭了八次，绝不能让他们第九次再死灰复燃。嗯，你记忆力不好，我帮你回忆回忆。拿这种东西来骗人，来，